一天早晨，释迦牟尼佛和众弟子应大居士无垢妙光的邀请，前往他的家中接受饮食供养。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今日所行，极善境界。世尊，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土堆，为何世尊如此流泪？为何十方诸佛放此广大祥瑞之光，祈请世尊开示？金刚手啊，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土堆，由于一切如来心宝切印陀罗尼安置其中，这个土堆实际上就是一切如来全身舍利宝塔。太神奇了，祈请世尊开示宝切印陀罗尼经之殊胜威德。如果有人读诵宝切印陀罗尼经，就等于读诵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说一切经典。因为读诵此经的缘故，十方世界一切如来不分昼夜现身加持此诵经之人。现身的如来是如此众多，乃至充满整个虚空，没有一丝间隙。这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前面的还未离去，后面的就已经到来。如果有人造塔，无论大小，只要书此宝切印陀罗尼安置其中，其塔即为七宝所成。由于神咒的威力，宝塔高至阿迦尼扎天宫之中，塔所穿过一切天界，其中之天人昼夜瞻仰，守卫供养。为何此法如此殊胜？这都是因为宝切印陀罗尼的威神力。你们仔细聆听，不要忘记。
现在未来，一切如来，法报化三身。过去诸佛全身舍利都在宝切印陀罗尼中。祈请世尊为我等说此陀罗尼。南无悉地利亚帝维卡南萨瓦达塔嘎达南唵布依巴瓦达瓦里瓦扎里瓦扎台苏鲁苏鲁达拉达拉萨瓦达塔嘎达达杜达里巴拉玛巴瓦迪扎亚瓦里穆德里斯玛拉达塔嘎达达玛扎克拉布拉瓦塔纳巴特鲁布迪班纳拉姆卡拉拉姆格里迪萨瓦达塔嘎达迪斯迪Budaya Budaya Budi Budi Buddha Buddha Sembudani Sembudaya Cara Cara Carandu Sawa Paranani Sawa Papawikadi Hru Hru Sawa Sukawikadi Sawa Tadagada Haridaya Patrani Semperah Semperah Sawa Tadagada Suhya Tarani Mudri Budi SubudiSawa tadagada tithitha tadugadi swaha Samaya tithidi swaha Sawa tadagada haridaya tadumudri swaha Supra tithitha sudubi tadagada tithidi Hururu humhum swaha Om Sawa tadagada usnisa tadumudrani Sawa tadagadaSatatui kusita titidi Hum hum Swaha 若有末世四辈弟子善男善女为无上道尽力造塔安置神咒所得功德说不可尽若人求福至其塔所一花一香礼拜供养右旋行道由是功德官位荣耀不求自治寿命富饶不起自增怨家盗贼不讨自败怨念咒诅不厌归本毅力邪气不拔自闭善夫良妇不求自得贤男美女不倒自胜一切所愿任意满足